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石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一伦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易安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明杰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丁论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丁论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洪正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子龙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伟静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Evans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Timmy。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丰田。十二个人一字排开，光是简短的自我介绍就花了将近20秒。即将发行全新专辑《Boys on Fire》的 Special 日前在预购发布记者会上首度全员合体登场。加入两位新成员后，团体人数庞大，跑活动宣传似乎也是一大挑战。像今天书画就十二个人的话，就是还蛮就是要找那个书画间都很那个，一直找一直。当然要分一下，因为就是。很多人嘛，不可能一起弄，因为书画那些都只有一两个这样子，所以当然大家还是要这样换时间的，那就是看谁比较认真，就是比较玩。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主要是你排队啦，然后重点就是如果说有人是昨天晚上通告比较晚，就是让他再晚一点。因为我昨天晚上才赶回来，所以今天就是早上还去拍了一个 MV， 然后再去书画。MV， 对自己 solo 的 MV， 没有，因为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啦。对，所以就是拍了 MV 之后再跟他们会合，然后一起出发到这个现场。没有怨言，我完全很开心替大家就是着急。团体人数众多，两位新成员面对的是十位比自己早出道的前辈，不免让人好奇，是不是有受到师兄们的特别照顾呢？目前好像还没有人凶过我们，都对我们很照顾。嗯，对，但大哥就是比较严厉嘛，对，因为要对我们自己的那个作品要负责嘛，所以，对。演技比较好，他以前有打人的习惯，后来改掉了，对，很好的，本来人少，打人打起没感觉，现在打多了，我自己骨头爆裂，老毛病腰痛嘛，玩笑话，大哥洪正的玩笑话让成员们都哄堂大笑，而8月12号即将推出新专辑的 Special 也带来更帅气的一面。特使们可要好好期待他们带来更升级的魅力喽！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